耻辱下线。能帮你打狼王吗？可以呀、啊、姐姐，我来了。我、哦、靠，坏了哥，坏了，我没换角色，我拿的空啊哥呀，我怎么着啊这个，我先走吧，自己打吧先啊。你真行，完了换角色了，来吧，我给你来个牛点的，咱们把他刮过去。芭芭拉等我，马上到，换个角色，芭芭拉来了，我保你俩、啊、打完了人家。好尴尬呀，完了，我好像没发挥作用，太伤心了，你还恩伤心，撤退，太没尊严了，太没尊严了。芭芭拉冲呀，芭芭拉也没发挥出作用来，撤退吧，耻辱下线吧。太伤自尊了。雷秘密有多期待爽号，来个爽号吧，14开头的，这肯定爽号了，满命散兵来。哎呀，满命消坏喽，80级的满命干预坏喽，看一下神灵，我靠，你神灵没练呢、啊！哎呀，你这号这不折磨人吗？你是观世音派下来折磨我的吗？叉 P 脆弱数值，我给你看看号吧。你哎呀，这玩意儿你炖着吃啊，兄弟，86个脆弱数值，你干嘛能生孩子？能下蛋呢、啊？这玩意儿你是真牛皮，我第一次看到86个数值，唯一的解释，这家伙叉 P 脆弱数值牛皮，长见识了，兄弟。你这人有点意思啊。什么是公坤力？人家2300的指引力呢？我靠，你们就黑吧啊！你就不能正常一点吗？你们什么叫指引力啊？攻击力吗？你们就越来越离谱了，你说什么都开始带指引的，你就黑吧，你就记住我家哥哥长得帅啊，那应该叫公指引力，我们真爱粉都叫公坤力。你干嘛？哎呦！